回去。有啊有啊，就喝啦，就吃豆花。还有虾皮电脑店。哇，连虾皮电脑店也很。哇，还有椅子哎。对呀、啊。什么鬼？也很有规模哎，松叶旗舰店。哇，这个行人道路太神奇了，走一走会撞到电线。刚好点亮。电灯杆。路过了。是耶。哇，这虾皮电脑好爽。免费吃到饱是吧？免吃到免费吃到饱是什么意思？这么开心哦，太开心了。